珠海综合广播，香风九五幺。一座城市，日出日落；一段电波，生生不息。陪伴，分享，温暖相伴。珠海综合广播，香风九五幺，24小时资讯就在您身边。世界纷扰变化，特区每天前行，为你随时刷新最新一刻。珠海晚新闻。传播珠海，倾听世界，欢迎收听珠海晚新闻。各位好，我是苏栋，我是海兰。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，星期四。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我是举行。以上新闻节目编辑张欣、孟江勇，主编胡国伟，执行监制廖明山，总监制薛永康，主播苏栋。海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再会。一流湾区，一流生活。你现正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，广州 FM98.0， 深圳 FM101.2。珠海 FM105.4， 佛山 FM93.2。 畅游湾区，心随声动。新闻线索纷繁复杂，我们用心为你拣选。大湾区之声，湾区在线。走进大湾区，倾听新世界。大家晚上好，呢度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在线，我系倪晶。晚上好，我系嘉允。今日系9月30号，星期四，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。百年征程，波澜壮阔，英雄豪气。